这里有500家、600家的上中下游的大大小小的厂商。那么我们也看到了，它每一年的产值是5-600亿。但是我们更看到了世界上的产值远大于这些。那么我们的出口量呢，是在全世界的10名之外。因此呢，我们来想想，能不能让我们的水晶能够更加值、更品牌化，让我们的这个出口量能够进入前3名，这也是我们来这边成立一个这个团的一个主要的目的。那老板，我这个创新精品馆所在要做好，好，我那个精品馆以前做观光工厂，绝对袂平，好，我要等，咱这个三角，哎，这个研发创新的基地做有用点，好。我进前的，我唔知讲你了一跩只好康的，我阁走去送去，你知无？阁去甲迄个左同阁甲拜托，吼、哦！你即摆遐来，迄个机械所去用的迄个练习机的，吼、哦！伫阮精品馆的训练，吼、哦！我希望讲，咱这个吼、哦、CBS 的 MO 机器的展示机锻炼过的，吼、哦，然后进驻一个，吼、哦，到阮精品馆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不然嘞。好、哦，我就招招来滴，好、哦，啊，变作讲当年老路的。